但是呢，我们学校的话，在这个动感医院的这个带动下，孩子肯定喜欢，所以我就跟着去偷学了，就偷学了。偷学完了之后，九月份开学，我就通过这个调研，通过询问，通过调查，通过聘请外面的专业的业务团到学校给孩子做这个演示，看一下孩子的反应怎么样。好，孩子看好。